青春活力的校园剧里，女老师的角色总是正向阳光，对学生极有耐心，但是他们的魅力却常常来自于与男主角斗嘴吵架开始。你们俩感情真好，这样都看不出来哪位是温蒂真正的爸爸。哎，你在说什么？老师，我爸比爹地都是真的，我有两个真的爸爸。我说了，在孩子面前你不要乱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你们要吵，等我带温蒂回家之后再吵。温蒂，你回家。温先生，还没有放学。方老师，没大脑出神经，能让我们这么生气的实在是没有几个。你难道不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吗？身为一个班导师，你连学生的家庭背景都查不清楚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不知道话会伤人吗？尤其是对一个小孩子。我很抱歉。你很抱歉？我今天拿刀往你肚子捅一下，然后希望你原谅我，你会跟我说 OK 吗？我已经道歉，不然你想怎么样啊？别这样嘛，大家都成年人了。成年人就应该更加的谨慎。我看你披着30岁的外皮，心智年龄只有13岁，幼稚。我才28。四舍五入就30。50个很好，那现在再难一点哦。总共是多少个积木呢？55个积木。好，非常好。那现在呢，老师再困难一点点哦。站住！吃水很深呢，尽快躲过去。来，美人鱼，不好意思。你在看什么看啊？转过去啊，眼睛闭起来。美人鱼不是没有声音，不会讲话吗？你到底什么东西啊你？东西？哇！你别跑，你别跑！我没跑啊，是你自己勾在我钓竿上，我可没有想要钓你哎。我不是在跟你说话啦，你有种别跑！那个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帮忙挡一下了，不然我就死定了。好，谢了。不是，马崇善，你给我站住哦！哎，这位先生，我好不容易就快抓到那小子了，你怎么把他放走了啦？一个人如果他存心想要避开你，你怎么追都追不回来的，就让他去吧。不行啦，我一定要把他抓回来。你不帮我没关系，请你不要阻挠我。等一下，干嘛啦？我建议你先把你这身舞台装给脱了。啊！都是你啦，浪费我时间，走开。马崇善，马崇善。赶快把车还给我吧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哦，对，离一万，我想带你去幼儿园。为什么？我自己会骑车啊。我这个姐姐个性很单纯，你不要吓她。我不是怕，我只是不懂，你干嘛要载我啊？你还记得昨天那个黑毛吗？我不是带他们去喝酒，然后把车停在幼儿园，而且今天早上我还要处理你的摩托车，我想说直接带你去幼儿园，然后把车开回公司。人家都说了，赶快上车吧，你不是要迟到？可是，我不是带你去玩，只是顺便。人家都说了，不是带你去玩，也不是找你约会，那么多可是。快点，我赶时间。走了。
抱歉，他是我的人，让我来处理。不要问，有些事情你不知道，对你比较好。哦，还愣在这里干嘛？赶快去上课啊！你们真的很怪。来，侧面，你怎么在这？你埋伏在这里等我出现吗？我，你的任务已经失败了，快回去。侧面，那我先走了。你们干嘛啦？阴魂不散的，还有那个什么猫什么狗的，他叫疯狗亲。我管现在猫跟狗亲不亲啊？你们真的很奇怪哎，干嘛一直来幼儿园？他其实并没有恶意啊，只是奉命行事。奉命行事？奉什么命啊？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欢？喜欢什么？打开来看吧，等一下你就知道我多用心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不要？没关系啊。开吧，我开喽。这是什么？太久没看到，你都忘了。陆大祥。怎么会是内衣？是老师，不要碰我那个渣男！聊没聊那么久，就只是为了清算肉体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根本不是恐婚，你是变态！不是啊。还有，我没有那么胖，我不需要穿那么大件。可心老师，最新校园轻喜剧《高校英雄传》，两位老师开始谈恋爱了。火速展开恋情不难，难的是接下来面对的考验，能否顺顺利利走到最后呢？完全娱乐校长是月老整理报道。